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菜鸟阿海，今天来到了平阴县的下谷村啊，就是玫瑰的种植地。告诉大家一个事儿，就是七夕节你买的那个玫瑰啊，都是假的，因为真正的玫瑰啊是长这样的。我们这个玫瑰花是真正的玫瑰花，市面上的那种玫瑰花，它是情人节送情人用的，或者是送人的那种鲜花，它是一个切花月季。这个真正的玫瑰，在颜色上说，你像它区别于月季花，月季花它那么多的品种，就是说颜色很五颜六色的，但是基本上它没有这种玫瑰红的颜色，这颜色也是独到的一个辨别的一个方式。再就是说它的香气，它就是说有一种那种这个很香甜的那一种味道，这也是像月季啊、像蔷薇啊开的那种花不具备的一种香气。这种真正的玫瑰花，它里面所含的这种香原分子啊是非常丰富的，就是通过我们的嗅觉就能直接辨认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市面上卖的基本上都不是真玫瑰哈。市面上卖的那一种啊，实际上它是月季的一个品种，送人的那个花，它保持那个花型的时间比较长一些，像这个花也就2天的时间。